고백해 I'm your dog 두 눈엔 너밖에 안 보여 우리 사이는 million 아닌 million 나는 너만 있으면 I don't wanna be your friend 떨어지기 싫어 너와 can I be your pet 24시간을 계속해서는 me your pet 별을 자르 절대 상상 못하지네 애교 틱틱 대고 무관심한 애도 내 까칠하냐고 말하지 못해도 Oh my god 네 맘은 뭘 같아지 널 만남 난 강아지 같아지 지루한 이 집산 머리 대신 너 왜 그 슈퍼 피스피 산책까지 매일 내 눈빛에 썼어 넌 빨갛고 파랗게 끝이 나 I wanna be a friend 떨어지기 싫어 너와 can I be a pet 24시간을 계속해서 네 옆에 변한 자리 그래 네 옆에 변한 자리 It's okay okay 떨어지기 싫어 너와 can I be a pet 길던 꿈이 길고 그게 계속 네 옆에 변한 자리 그래 네 옆에 변한 자리 Feel like Cinderella 내가 편해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咱们今天学习的是咱们 TXT 的 Cat and Dog。最开始的动作啊，咱们是要模仿五个人在一起，要模仿一只小狗的那种样子。所以咱们最前面这个人就是充当咱们的本体啊，然后咱们的腿就是脚尖点地，两个手尽量啊，这个地方如果你把五个手指全都放地上的话，就会比较上半身就会弯下去。所以咱们尽量就是上半身尽量向上绷直，然后你的手触到地上就可以了。OK， 然后后面啊，咱们依次的第二个人是充当他的耳朵，这个地方要模仿一下他的耳朵，所以是放在他的头上面的，这是第二个人的工作。剩下的后三个人啊，依次的组成他的尾巴，这个地方到时候大家去看一下就明白了，很简单。主要的动作就是最前面的人来做，最开始。OK， 咱们一开始头是偏向左边的，一二第三拍的时候，右手小狗爪的那种感觉，然后向里翻过来，放到脸右侧，然后向前。
拨过来 ，OK， 然后紧接着第二个八拍的第一拍也是右手一样技术，都是有这种翻花的感觉。第二次再做的时候也是再翻一次，变成一个 OK 放在你的右眼上。然后这个地方啊，咱们中间正好在它歌词上面有一个扎眼 ，OK， 第五拍也是顺着它那个节奏，啪把右手甩出去。最后所有人一起在第八拍的时候把整个队形分开，从咱们模仿的一只小狗的这样一个造型分开一个队，分成变成下一个队形 ，OK， 换这个队形一拍立马快速的完成。八站起来，这个地方因为我自己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就不再换队形了，我就原地直接跳起来了。然后后面咱们这个地方还是学习最中间 C 位的动作，这个地方他依次点到谁谁做这个动作这样一个感觉，所以他这个顺序是右前方这个人，左前方这个人，然后右后方这个人，还有左后方这个人。 OK， 当然大家去看一下具体每个人的 solo 动作，如果你喜欢哪个人的话去跳他的 solo 动作就可以。 OK， 中间这个人啊，咱们所有人下半身的动作都是一样的小碎步 ，OK， 基本上一个大拍踏了两下这种感觉就可以。然后所有人也是这个地方统一一下，所有人都是先动左脚，那就咱们从先从左脚开始就可以了。OK， 然后咱们手啊很简单，右前方这个手最开始头两下的时候尽量伸直，不要直接去用我们的小臂去点，整个手臂去点。OK， 然后整个手臂下去的话，你的身体自然呢就会顺着你手臂的惯性反方向有一个动作。右前方、左前方、右后方，最后一个左后方。OK， 然后下半身都一直都在踏这个小碎步。OK， 然后紧接着踏完了之后，最后咱们跟着音乐一起右脚向前迈一步，同时手啊一个扩胸的感觉，慢慢的放下来。OK， 这个地方不用着急，不用直接踏一下，做完动作不要直接就放下来了，慢慢的手要控制住。OK， 然后最后咱们大家听了那个有一个撇嘴的声音啊，噗噜噗噜噗噜三下。OK， 然后咱们这个地方也是，咱们全后面跑出来，然后咱们接下来 C 位人的动作啊，它是。噗噗噗三下，咱们是在第三下，他是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这样一个动作，因为他是在队伍的左边这个位置，所以他直接踏冲出来，然后最后七八的时候再向前走一步，这个时候他就站在最中间是 C 位的动作，所以咱们就跳他的动作，直接踏一步迈向前，然后紧接着就进入到咱们下一部分。好，接下来咱们尝试跟一下第一段的音乐。